我人生中第一次坐 Tesla， 一定要录下来。Screen 很大，跟我 MacBook 一样大嘞喂。Welcome to Melbourne。吃一点小早餐，等下我们才去吃大早餐。大老远从 Malaysia 来，终于合体了我们。哎，开有了。哎，你按下那个 horn 看一下 Tesla 什么那个 horn 的声音是怎样的。现在是凌晨4:30，今天有一个很神圣的任务要做。白姐要很帅的起来，我起不到，因为我觉得我要生病了。我昨天晚上没有睡觉，头很痛，把它刮了一身痧，所以帮我刮到痧就 OK 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去准备准备。我们还特地穿了红红，来做这件很有意义的事情。再洗个脸，再换了衣服，希望今天顺顺利利。早上这件事情做了之后呢，我还要去做工。希望我的 body keep me healthy, keep me active, keep me energetic。我昨晚在外面睡是第一很拱，然后头痛，啊，别大喊了。老师起来救我，看啊，刚好闹钟也是响了啦，4:00我们就起来，他就泡了那个 chai tea with chai tea leaf no sugar， 爱的现在他还是煮姜水，他讲最近很潮湿，因为那个天气是突然间热，突然间下大雨，突然间很晒，说晒黑很重啊。弄到我有点辛苦，白天不怎么样啊，睡觉的时候哇鼻塞，我不知道天气很像女人的心情，这样讲变就变，上一秒大热天，下一秒暴风雨 no joke man。 我们在出门前吃不定，因为有点饿，怕饱含不足，我们要去啊，可以8:00才开下午店，那边吃冰冰边黑，所以没有太干了，微微。Oh my god！ 我看到一辆车，我们租的车 ，so damn nice。This is the car that we rent。Oh my god！我人生中第一次坐 Tesla， 一定要录下来。哇，我去看一下。哇，我很刷酷哎。开吗？因为它平了。哦。Cool。Oh my god！ 怎么办？我觉得我刷酷。很美耶，哇，很美，哇，很酷哎，这车，哇，我觉得Tesla很酷哎。它最酷是什么呢？哇 ，screen 超大哦。你的话开车的时候是这样开车吧？这样。就把那个车钥匙丢在这边，车就开了。这个是放锁匙的地方。哇，好真酷 man！ Oh my god！ 哇，这个要白天录了。你刷锅哎我，也是你刷锅一进来的时候。现在在。痛吗？痛还不是最先最重要的。不如什么看？我的门没有关紧啊。不是哦，哦我按的是开关门，在。我按的是开关门的在，这个开关门，那我以为是。开窗，他帮我开门了。我的妈，很酷哎！哇，它的 screen 很大，跟我 MacBook 一样大嘞喂。
highlight added， 哇，很酷哎！我想那个有没有 Apple CarPlay 在哪里？这个有什么看的？哇，我觉得等下我的朋友看到他应该是 crazy man， 我都已经 crazy 啦。It's now is 5:11。小早餐，等下我们才去吃大早餐。开不开心？来了墨尔本有什么感觉？这里空气太好了吧，然后那一切都很好。你来这边国际也变了哦。啊？对。那你呢？一切尽在不言中。好。来，吃东西。食物你看也那么好吃。我们现在来第二间咖啡。Bola Bay， 耶。我们是第一张客人，它就是这样子的装潢 ，interesting。让我们来 order 一下，还要吃什么？我们终于合体啦！我失控，对。大家老远从本地就来，终于合体了。对，为了来跟他吃一个早餐，特地赶在生日前到，对，来帮他庆祝生日。My best birthday giving till too far。所以我们还有两个人要9月再跟我们一起合体哦。哟，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没有点击按赞分享。这个吗？ Come on, let's try. 过来一半。My turn. Okay 啊，现在我们要走了，要离开了。去哪里啊？坐 O 卡。坐卡，你坐 driver 啊？回家。会迷我哦。哎，开有了。哎，你按下那个 horn 看一下 Tesla 什么？那个 horn 的声音是怎样啊？哇，我可以做 passenger 哦，几舒服哦，几爽哦。已经开车了。我要调一下椅子。啊，你调先。有点矮。你 steering 要调吗 ？Steering 不用调啊。OK 啊，你的 side mirror 上 mirror。Steady 蹦 BB。可以啊。不好看的样子。我全来啊，我可以过吗？可怕嘞。Ram signal on。1 week per Greenwich Lane Lane。 是这样子的，他只给一辆车，一辆车过了过后他就红灯了。看，请等。
啊，一辆车过来，它就变红了。我今天可能没有。它出路口的时候少车一点哦，不像每一辆一起挤哦。这个叫布拉路嘞。你喜欢打 ice cream？会哄坑吗？应该不会。但是我们从 Apple 回忆都没有中过哄坑。你要哄一下吗？不是很像。现在是白天，看一下 Besla 长什么样。先看它的 rooftop。它的 rooftop 是可以看到天空，爽不？那它的 screen 比我的 MacBook 还要大，是帅。